娱乐至上，小歪解说。好，今天这场比赛是 WEL 的比赛了。之前呢是做了十八岁跟那个我四哥的两场对抗，然后十八岁是2-0领先 BO5 的比赛，所以的话理论上来说最多还有三场，就最少还有一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十八岁的一个赛点，地图是流浪岛。好，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标准蜘蛛流开局，这边同样也是啊。然后呢最近对吧，领导买了一个宝马，这个然后也是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下这个宝马的一个车啊，很多人都说还可以，还不错，蛮好的，还以为我买的啊，我连驾照都没有，我买什么宝马，我都不会开车好吧。然后我现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肉松饼大概可以赚1毛钱啊，大概啊，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会亏，有些可能赚2毛，反正就大概就这赚一毛钱。然后呢问题是小歪买最低配的宝马要卖多少个肉松饼？网友大概算了一算，要卖300万个肉松饼才能赚到一个宝马。现在小歪零食店肉松饼一个月大概能卖多少个呢？一个月大概能卖5万个，也就是说我还要卖60个月肉松饼才能买一辆宝马。60个月是什么概念呢？是5年。好吧，当然这纯粹是个开玩笑，大家也就听一下，那个讨论一下就可以啊，就纯粹是开玩笑。对，这东西就是这样。然后反正我在那个朋友圈里发了以后，这个留言也是基本上200-300条吧，还是蛮火爆的。对，还是蛮火爆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蛮有意思的啊。其实就这样，生活就是这样。那句话怎么说的？宁在宝马里哭，不在雨燕里笑。因为我领导以前的是开雨燕的，那很多人说啊，你个领导开个雨燕对吧，这个不像是领导啊，对不对？这个东西咋说呢，对不对？这就是一种风格。哎，雨燕不是车啦，雨燕不是4个轮子啊，对吧？你不能这么想嘛。宝马就5个轮子啦，宝马也6个轮子啦，也没有啊，还是4个轮子嘛。然后这个东西有车比没车好，就这么一个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DK， 然后打斗 DK 亡灵内战。最近四哥比赛这有点泛滥啊，什么情况？哎，其实也是有输有赢啊。之前做跟他十八岁比赛2场都挂了，最近呢几场打精灵好像都赢了，哎。也是有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我要做一场50分钟的比赛啊，也是比较的漫长啊，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必须得接受挑战，勇往直前啊。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不做什么时候做啊？你现在不做你没时间做啊，对不对？我觉得长一点的比赛还是提前先做掉比较好，等到国庆的时候更加不好做，国庆的时候更新起来很困难。好，这边我们看到双方前期的话还是门口小点练一练，意思意思。对，当然可能最近两天会想想做什么6v6的视频，我之前有很多人给我发了，然后我也是稀里糊涂的没有弄，都责任在我，真的是责任在我。好，这边我们看到四哥可以给大家学习一下这个练级方式，把两个螃蟹的勾引开了，就这样的话能减轻自己的一个伤害。好，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强行练，哎，也是一样的方法，也是勾着练。哎，你别打我，你别咬我，这个螃蟹你别看着块头不大，但是这输出还是可以的。它攻击的一个样子有点稍微的狰狞啊。看这边的一个道具，哎，大螃蟹还没打死。打死这个螃蟹，对吧？我们知道在这个魔兽世界里面有一个螃蟹非常有名，现在跑到罗阿鲁那边去了。对，有个螃蟹非常有名，著名的螃蟹背锅蟹，背锅侠，人称背锅蟹。当然真假也不清楚，闪避后佛。哎，我也是闪避后佛，上帝很公平啊。哎，不过最近电竞圈啊有点不太平，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这么罗阿鲁那个这个 S4的比赛，因为被那个韩国队的吊打，其实我也觉得也不算是，我觉得其实也中国队反正也晋级了，局势其实也是不明朗，对吧？也是只要晋级嘛，总算是一回事。只是中国队在8强会相遇，稍微有点尴尬。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什么启发，就罗阿鲁跟 DOTA 的一个玩家的就吵起来了。然后这两个游戏呢本身就经常也吵，所以呢大家也就习惯了，很多人，对吧？然后反正就吵得蛮凶的，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也搞不清楚，真真假假。其实对我们普通玩家来说，可能也
可能也很难说得清吧，我觉得可能很难说得清。我本来是想，哎，大蓝屏不错，其实我本来是蛮想写一个文章说说这个事情，后来我想想算了，这个东西写了对吧，你是怎么写你都得不了好，对吧，你不小心说了一句 DOTA 的好话，哎，撸啊撸的玩家可能不开心，你说了一句撸啊撸好话，哎， DOTA 玩家可能也不开心，其实对我来说我是真的无所谓的，很随意的一个事情。我对游戏持有一种很平等的态度，我觉得没有哪个游戏有什么优越性，也没有哪个游戏是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只要玩得开心就可以了。对，好，当然这里面涉及了很多什么为国争光啊、抗衡啊、职业选手啊、肉松饼啊、淘宝啊、直播啊，各种的话题都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简单的说不能说从一个点上面就能说清楚，我也说不清，所以呢就不说啥了，就是纯粹是电竞圈嘛，最近有关注到这个话题，两个 DK 在这硬拼啊，我这边有，哎呀，啊，无法真的装备有点渣呀，人家吼叫卷轴，哎，这制作 C 一个，对，这吼叫跟对方大蓝屏比拼有点稍微的虚的，对吧？吼叫跟人家大蓝屏比拼有点虚的，双方还继续点。蜘蛛对蜘蛛，然后骷髅上来就点骷髅，骷髅真的是送经验的，你看一轮上去的蜘蛛就把骷髅给点掉了，再一轮你看这骷髅是不是送经验的，只要你过来我基本上就把你点掉了嘛，不是送经验是什么，哦，就是纯粹是招一下，你别紧张。好，安英雄选择的是 Lich， 好，双方呢现在反正就蜘蛛是游一游，标准蜘蛛流的一个对拼，三本科技都已经直接升起来了，还是得在三本，哎，还是在三本科技的时候做增章。四哥是喜欢出小黑的啊，十八岁呢最近好像比较喜欢出小强这个英雄，对，看一下这边蜘蛛现在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这样的话双方都拼不死对方一个单位的，基本上真的拼不死一个单位，除非能围住，围住都很难杀掉，这个蜘蛛很难围啊，因为要围的话，围 DK 还有点可能性。来，你看这边有想围 DK 的想法，哎，雷起来了，挪一下。好，这个就不一样了，对吧？来了个雷起就不一样了。这边雷起什么时候来？好像还有点早，还有点早。对，这样跟上，哎，对，跟不上了。这雷起被卡的位置有点一愣一愣的，追也追不上，算了。这波进攻应该是点到为止，自己去练级吧，这个点可以练一下。好 ，DK 这边回去以后，那补了组骷髅棒再来。对，这个场子我要找回来，不能怂。好，现在雷奇这边第二个诺瓦也交掉了，那这样的话，四哥的诺瓦还没有交，四哥要来稍微干点事情了。哎，你还不走，诺一个这一个点这边，哎，这边还差最后一刀，哎，围住一个蜘蛛 ，nice， 这边四哥的围杀，哦，四哥的围杀有点可怕，用蜘蛛围蜘蛛，这有点犀利的，围死一个给力，这个就有点稍微给力了。围住一个呢就是真刀实枪的本事了，对吧？刚刚那种什么点死这个对方可能操作失误，这围死一个呢就是自己的本事牛逼，没话说，虽然我们一直说围杀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这种围住真的是有点含金量的。好的，现在四哥刚刚那边是小赚一个蜘蛛，但是我觉得长期性来看你这边的一个吼叫终究比不过人家那个大蓝屏啊。哎，四哥是隐身 DK 电盾，隐身 DK 在那边可以 C 这个五级怪， C 五级怪拿经验拿宝物，然后再电盾一加，哎呦，我这 FRC， 哎，宝物一捡走人。对，这 DK 也是淡定的很，赶紧走，哎，这个狼他妈穷追猛打，四哥得罪他了吗？再来啊，兵甲无所谓， DK 这边还能再 FRC 吗？哎，又不是 FRC， 哎，挪掉。好的，A player'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雷奇这边已经是两级，吃一个骷髅啊。另外一边，这边的雷奇呢也是在双线练级。DK 这边去商店看了一下，把装备他没干什么事情啊，纯粹是去看了一下。我还以为他想干嘛呢，他不干嘛，我就是去看看。你别紧张，准备好中间再来个小黑吗？四哥还是老习惯，三发一个小黑。这个十八岁的话没有去中间，但是这次本族英雄也没有出。会不会说改变个套路不出小强了？之前两局小强应该使用效果还算可以，当然第一局用的更好，第二局其实一般。对，小强第二局用了一般，哎，又是一个攻击主场加六，递给了这边的一个 Lich， 这个刚刚 DK 捡来的东西，练个螃蟹，
哎，攻击转加九，1.5个攻击转加六。我这边有加15点攻击力，加20，再加个球。看一下这边，目前来说毁灭者也是在研究，但是并没有放其他的建筑。啊，斯巴特这边也是，看一下，牺牲深渊，补了个牺牲深渊，待会可能要用这边的一个阴影来侦查。三发依然是小强，他非常钟情以小强作为三发。待会还要看他一个操作，因为小强这个英雄还真的非常讲究这个插插的好不好。雷奇这边被人家这个痛苦少女是一阵的狂吸，而雷奇表示吸不住，而这个妹子吸我有点稍微的伤，吸得我不要不要了，她中毒了，上瘾了。对，不然这个痛苦的少女你别乱吸，吸着雷奇不要不要的，把持不住啊，根本把持不住。打了一个重生，两条命，这东西我可以给小强，给小强，小强冲锋陷阵，枪头一指。哎，这波好像应该要被抓，有十八岁，这波要被抓，屁股后面被开花，菊花残有没有？大血瓶，沉默一下，先打一个车子飘起来，飘起来我网住你，瞬间把你给秒掉。哎呦，这亏成马啊！啊，飘三个人口花了100块钱，然后飘出来以后被人家给打死了，还不如不飘。迪克已经是4级，这波的话十八岁赶紧是往后撤一下，人口这边50人口整。这边也是50人口，要不要反打一波？来反打了，小强准备好。小强这边装备非常的不错，大血瓶加这个重生，这边小黑的装备也不差，还有个大无敌，超大无敌。来这一波，哎，这又是被抓，你发现？小强注意好，反过来插，两个英雄加两个蜘蛛，三个蜘蛛，一个蜘蛛被点了一轮，点死一个，先手死掉一个，埋地。你发现十八岁这边不会没有粉吧？沉默一下，这一插插的非常漂亮。野怪都被插到了，插得非常好，阴影过来了。对，没有粉没关系，我有阴影的。好，这边十八岁这边，哎，这个蜘蛛，小强这边已经没有插了，那没人打小强，也发射给了自己的蜘蛛。这个蜘蛛注意好拉扯，一个诺，两个蜘蛛都有点残，吃掉一个，这个蜘蛛当心，还在那边血拼。野怪这边在打十八岁的 DK， 另外一个在打无法阵的车子。这边这个蜘蛛又被打死一个，现在场面上来说，双方进一波交换以后，基本上来说是全军覆没了。还剩下一个蜘蛛，就剩下这一个蜘蛛光棍蜘蛛了。我反正这边 DK 没蓝，对方的 DK 是也没蓝了，双方都已经达到了弹尽粮绝。雷奇这边马上就有一个诺，小黑这边在追这个蜘蛛，能不能走掉？往家那边始终的赶。DK 这边被减速了，哎，一刀给砍死。这边现在剩下三个英雄加两个毁灭，啊，十八岁这边呢也是三个英雄加两个车子。来 DK 当心，小强这边没有差的，再来，小强往前进啊，怕什么你啊？这波打完应该算是5-5开吧，真的5-5开，没什么特别的，说谁有优势谁就没有优势。小无敌这边也有个小无敌，哎，顺势再把这个点给练一下。 DK 现在是4级多，将大无敌递给了 DK。 双方的局势啊依然是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来，这个5级怪也杀掉，不了家，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同一起跑线。其实这局现在真的是很难讲局势谁有优势，还是要看待会团战的时候谁能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了。团战的时候呢，这个也没说什么，还是要讲阵型什么的，这东西很难讲。好，小强这边练个2级，我还是比较看好小强的。当然小强这个英雄如果对方老是全是毁灭的话，小强也是有点稍微无奈了，这没法戳这个毁灭啊。打了一个大无敌，也打个大无敌，这大无敌25秒内有无敌，这有点可怕。这个玩意要是让剑圣拿到，剑圣顶这个玩意，然后呢再切个药膏，我真的是爽得很，对吧？爽得很，这效果叠加起来真的是非常爽。好，2攻0防，1攻0防，49人口，这还是要看一波。家里面出女妖，哎，1200块钱，这边是出冰龙，打法依然是跟上一局打法其实有点像。哎，十八岁这边这个车子路过，哎呀可怜，这个车子是无奈，这路过真的是可怜。现在场面上我们看到地图上面能练的点已经不多了，其实你跑过来还想练什么点呢？没什么点可以练了呀，对吧？没什么点可以练。这边还有个531，然后我，哦，这边我操，连这玩意儿有点稍微的霸气的，这个点不好练，大哥。哎，这个还不能过去吧？哦，这过不去还是什么情况？这花岗岩真的是惹不起，而且你没有什么蜘蛛这种东西能练，
不好练，真的真不好练。你可以马上到五级炸炸人，有玩一波干一波坏事情，炸掉这个诅咒神庙，大家觉得怎么样，靠谱吗？其实我觉得也靠谱啊。减速减速，没看到这边炸炸人吗？没看到炸炸人，减速。哎呦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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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炸掉了，把那个阴影都给炸伤了。戳起来再挪一下，还是这个套路吗？往里面钻，这波往里面钻，毁灭不能飘，因为这个应该是没有人口的，应该是没有人口。打掉这个制作，这一波应该是想要强打一波小强，顶起无敌再来。对，十八岁想要抓住这波机会， DK 这边现在有个无敌顶起来，十八岁这边 DK 是有点招不住选择 TP 了。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急着 TP， 再插我就插他干嘛呢，强行插一波。这波没有能够打死这边的一个四哥，四哥这边有大无敌，我大无敌时间真心长啊，这人家 TP 回家了还在大无敌，处于永久处于无敌状态中。犯四哥者十，加一面出冰龙，五十六人口。刚刚那波其实在阵型上来说，十八岁取得了一个先机，但是看了一看这个节奏 ，DK 这个大无敌在手，秒不掉这 DK。那 DK 要能秒掉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很难啊，大无敌时间太长，二十五秒啊，这个二十五秒有点稍微可怕。这边还有一个二十五秒，有个七秒，七秒跟二十五秒，你想想看吧，至少是三个七秒，对吧？三个七秒才二十一点，还要多四秒，三个半，三个半的无敌，三个半的小无敌。平时我们知道有一个小无敌基本上就已经很可怕，你有三个半的小无敌，而且是持续的，可怕不可怕？五十九人口，五十四人口，这边是出女妖，一个是女妖，一个是冰龙，打法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两种不一样的风格，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一个风格。这边好多毁灭啊。蜘蛛就有一个了，就毁灭加这边的女妖。反正十八岁这个阴影一直是跟着，这点上来说，十八岁这个阴影的视野控制更加到位。我觉得四哥应该要撒把粉了。哎哎哎，你看，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会说四哥撒把粉吗？因为你想想看，对方有这玩意在那边吗？那想想看，如果说这个时候不撒把粉的话，好像不对啊，对不对啊？因为之前可能没撒过粉，想一想应该是要撒把粉的。意思还是要有，但说实话让我的话，我自己打的时候就想不起来。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诅咒神庙慢慢的把脸女妖给补一下，女妖这个品种还是非常牛逼的，牛逼的地方并不是她本身牛逼，在于她绿帽子牛逼，对，绿帽子套一个就爽了，用来克制对方的这个烈气的一个输出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现在十八岁这边小强是养到了一百五十多点蓝，这一波是全金出击，对，这波要全金出击了，依然是没有敢开矿，双方都不敢轻易的开矿了。六十二人口，还是要去对方家里面打一波团吗？这一波对方现在是有绿帽子这边顶着，这绿帽子现在是真的牛逼啊！有绿帽子在手，你真的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是在找对方，我觉得应该要到野外打一波团了。就这目前这种情况打一波团有点不好打，有点不好打。现在地图上面没什么点可以练了，也没有开矿，双方都六十六人口，这边六十九人口，四哥一瓢的绿帽子就来了，对，戴着绿帽子的男人，戴绿帽子男人都不喜欢，对吧？但是现在戴的好像比较舒服一点，爽一点，至少有一个保障。对了，小歪临时店那个100元的套餐，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在小歪优酷空间也是有地址，有链接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100元顺丰包邮，对，就问你满不满足。好，现在这边我们看到小黑直接这波进去了。哎，这个胖子往里面躲一躲，这胖子也是肉，哎呦哎呦哎呦，也是肉，但是再肉也被人家打死了。好，这波哎呦，十八岁这边屁股后面赶紧追过来，这个女妖套了个绿帽子，疯狂的在跑。先进去杀一波，挪一下，该杀这波要 TP 的，死哥这波肯定是很现实的，杀你一波，赚你一波单位，选择赚完以后就走人，哎，你还没办法，吃了哑巴亏。六十四人口，这边是六十九人口，死哥这波是小赚一点，赶紧撤。做人呢，不能贪心，对吧？不能贪心，急什么？贪什么心呢？来日方长，这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是来日方长。现在我们看到四哥呢，继续在家里面等待一下，继续的出一点兵，他还要把那个兵三攻零防了，人口是已经堵住了。
没法出蜘蛛了，现在全体绿帽子。其实现在这边是很多的毁灭加冰龙，这个其实很有问题啊，你知道吗？这边毁灭刚刚是有魔的，现在是有点浪费。这很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待会儿一旦说对话打团的时候，这绿帽子一顶的话，你这个部队怎么打输出嘛？对吧？这些都是一些法术的魔法的一个类型，这个怎么打呢？要靠蜘蛛打，但蜘蛛呢只有三个，对吧？这三个蜘蛛好像有点稍微输出有点不够。其实是人口，死哥也是强行憋，死憋，真的是死憋，憋出一片天，不憋不行啊！男人还是要真的能憋，强行杀一只小，强行杀一个小战鹰，以泄心头之恨。看来是要矿干一波流了，还有200块钱，最后一波流卖家。哎呦，这边又出了一条冰龙，真的就是矿干一波流。现在双方的态度，对吧？就这谁也不没有那种信心去对方家里面打一波团，然后在人家家里面把他摁着打，这可能性很低的，对吧？可能性很低的，所以现在双方只能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谨慎。这是一场关键性的一战，这一战基本上决定了胜负。谁说这一战输了，基本上就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了，因为没钱了，你还怎么翻盘？对吧？真是没什么机会翻盘了。好的，这边我们看到18K 又跑过来 ，DK 只有4级。哎，我这边也出击了。现在双方这边 DK 有5级，三攻一防。我强行上导矿链这个点，哎呦，这个真是也没闲着，真是没闲着。但这个点说实话真不好练啊，哎呦，我操！你别把那些给连死了，我靠！这石头人有点刚啊，我靠！这一波，哎，开矿了，我们看到，胆子不小，居然敢开矿。但现在我估计对方也是蛮迷茫的，不人跑哪里去了？我说练掉一个，我说这有点可怕，这有点可怕，这不要练级练死了一个，这不就完蛋了，就崩盘了。主要是没车子，这没车子的话，这补给现在是一个问题，一个车子都没有，在外面慢慢先拆一下，也不敢轻举妄动。哎呦，这边双生5级，打一个什么东西，我操！操作史诗卷轴 ，DK 的大招，可能你说是，我还以为能打出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就是没一个这么个东西。好多的空中部队啊，先空降一波四哥家里面。哎呦，这个小狗真的是秒杀，两条狗是瞬间被秒杀。换家了吗？准备，直接打你的基地。哎呦，这样的话逼四哥回家，四哥必须得TP回家了。两个无敌的 DK， 我卖掉无敌，卖了粉。卖一个无敌，强行卖两个无敌 TP 回家吗？这波要注意好阵型，或者选择再选择 TP， 骗人家一波 TP， 我觉得可以了。将拆掉，然后 TP 吗？这冰龙被瞬间给秒掉，冰龙瞬间被秒掉。好的，这波应该说四哥被换掉了个基地还是有点亏。哎，不过这边矿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有矿再说。我觉得有矿的问题就不大。钱嘛，不就是钱吗？我有矿了呀，有矿就有未来啊，我们一直说的。绿帽子再套一下，这边现在是72人口，石哥这边只有73，哎呦，还是差不多。我刚那波操纵史诗卷轴卖掉了吗？没卖掉。复合周围6个单位来为你战斗，持续时间为40秒。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渣的，说实话。你复活出来什么东西？蜘蛛啊，锦州复活出来蜘蛛啊，你又不能复活冰龙。来了这一波，插起来，好，基本上我们看到没有谁掉血，只有那些被掉血，打了一发 C， 冲上去，冰龙被干掉，冰龙被往下来以后，对方穿蜘蛛就直接打上去。好，那这边现在毁灭对毁灭，毁灭打都拿对方没办法，先把这边上蜘蛛给干掉，插起来又是一插，那绿帽子真的是坚挺啊。18岁这边现在的部队损失比较惨重，再一下，这又是一个。你看对方一个挪，你就基本上掉一管血啊。然后这边的部队基本上都是满血啊，我们看了一下，都有绿帽子的，你只能用蜘蛛来去 A 对方，法术让你打不动。这边 Nash 当先没有装备了，顶起无敌，这个蜘蛛死掉。18岁这边哎，复活出来一些蜘蛛，这玩意这个大招真是有点稍微渣。DK 大无敌顶起来，但这个蜘蛛怎么这个 Nash 怎么办？被挪一下干掉。啊，这个大招真的是没有逆天那种感觉啊，扔出来以后就是不痛不痒，
好吧，那这一局的话，我们看到四哥的绿帽子流啊，要更加的牛逼。对，因为到后期的上面，你这个力气输出根本打不出来，同时四哥的等级也比对方高一点。好的，那我们今天这场比赛这边感到收看，我是小歪。